行，还有我什陪么你事去儿吗，做。姑娘？他那个女的，我先前我还不知道，我后来我就仔细的看他那些就是那个房间里面的照片，我才发现那个女的特别熟悉。我想起来是他一年前带我去参加过他前女友的婚礼。不是挺好的？他当时没跟我讲。那又怎么样？那个我已经跟他分手那么久了。是别人，而且是别人叫我，别人去打电话，包括他朋友也打电话叫我去，他说哎，你来嘛，没事儿，都大家都释怀了，别人都这样说了，那我说不，我怕，哎，你前女友那怎么样？等于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了他前女友的婚礼。对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就觉得他朋友都在笑话我，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。都那么久了，大哥，真的。而且是别人打电话，别人都说，哎，现在都告诉我，我说当初我说不行，他说哎，都这么久，他说你看我之前谈的那个男朋友都来了，就这样笑着给我说的啊，所以你为什么不敢来？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，我特别他说你怕那个李钱吗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我来，我到时候我来。你去干嘛？祝他幸福？不是去祝福，那去嘛，就像。就一个为了那个面子问题嘛，别人叫我去好行，他说的没错，就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。为了个面子，你结婚了，不是去祝福的，也有了，不是去的。那我的面子呢？你搞笑是吧？你的面子有了，我的呢？今天是谁想来的呢？特好奇。是我想来的。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真的。挺严重的。挺，我看起来，我觉得真的很普通的事情。什么才算严重？在你眼里？那我跟他。都已经分手了，我去参加就打比方参加婚礼这件事儿，我如果真的对他有什么，我能带你去吗？你们当初都打算结婚了？那是当初嘛，现在确实是我朋友，我确实是如实说的，是我朋友嘛。你觉得谈了两年多的恋爱，你现在还能跟他做朋友吗？能啊，确实能。哎呀，你早这么坦诚多好啊！你看，同样一件事，这个时间顺序其实挺关键的，能不能被原谅？又是怎么看待的？交给老师们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是现在坐在场上做生意的人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做生意，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做生意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生意不是那么做的，生意是你用诚实劳动去换取合法收入。你现在这样就是你跟异性说我没有女朋友，异性说我想你，你觉得 OK？ 我跟你说，这个已经触犯了正常女性对于社交的底线了，你不明白吗？生意就是诚实的用你的服务，用你的产品去换取合法收入。第二，我想跟你说，不要说瞎话去骗你孩子。你之前的这种房子里面有其他女人的婚纱照，你带她去参加婚礼，这种事情对女孩来说这都不是说欺骗了，这是莫大的伤害。你带他去见证你前女友的婚礼，你把他置于一个他一定会不舒服的境地，然后去满足你作为一个男人的面子，你怎么是爱他呢？你爱你自己，你选择的是不诚实的方式去让他被动的知道很多他不愿意知道的事，你这样不是爱他。所以孩子，以后谈恋爱实话实说，不管姑娘原谅你不原谅你，你要选择在感情中尊重对方，尊重自己，才能够拥有一个能够过得下去的感情。好，我完了，谢谢张老师。王红兄，我感觉小王蛮可怜的，大家看他的表情，他感觉现在是不是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？是这样啊、哦、真的是这样的。这里我们应该理性的去看小王，比如说他有前女友，他没告诉他，但是他告诉过他你曾经谈过恋爱，这是一个事实吧，小倩？只不过没告诉你。
对朋友或者以后走进婚姻殿堂，我建议你应该放下心里的一点东西，而且这个放下是真正的放下，并不是放下他，要放下你自己。真的，我们说女孩子吃点醋啊，哎，肚量小一点啊，那当然。但是这个男人这个表情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真实的认为他的表情是真的，那种超级黄河都洗不清，哎呀，我今天这怎么办的这种表情，我蛮可怜的，因为我是他父辈的年龄。